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日本。说到这话，我自己都感觉到有点想笑了，我都完全变成了一个美食的一个 UP 主了。我真的是想多拍一点外边的东西，但是因为，疫情的原因，还有我老婆刚生完孩子，所以还是尽量少出门吧，在家里多拍点，我家的日常生活吧，算是一日三餐吧。平常的东西想拍的，如果就是大家想看的东西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量，去想办法拍一拍吧。因为现在就是外面之外的东西有点困难，家里的还行吧，尽量努努力。好了，回到今天的主题，我是昨天晚上本来是想给大家开直播的，但是因为有各种原因没有播成，然后自己闲的没事儿，然后就在网上刷那个短视频，刷到了一个做馅饼的，哎呀，我馋的不行，所以今天。起了个大早，现在开始准备做馅饼。第一步，咱开始和面，用的就是这个薄荔粉，日清的。这用温水化点盐。我这懒人方法，和面法，就是为了手不沾上面，我就先搅一搅。需要加点食物油吧，来点日清的，菜籽油。好了，面和好了，盖上保鲜膜，1个小时后再拌的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拌一下馅儿。这馅儿是我自己用刀切的，有点大。来点姜末，这是我不用自己切的，直接的姜末弄点，去去味儿。这个是蒜泥，多了，太多了，扔出去点。来个鸡蛋，双黄蛋，来点酱油，我们老家的十三香，鸡精，来点盐。好，现在这个。香菇拌好了，面的话我是刚才已经就刷过油了。先把肉放进去，好了，现在封一下口，给我封住，然后开始卷一下。好，第一个算是成功了。好了，我们的馅饼做好了，看一下怎么样？还行吧，我感觉还不错。但虽然说没有分层，但是我感觉还不错，卖相还行。先给我老婆来一个，稍微小一点的给我老婆用，因为没有那个。ありがとう，谢谢。我也来一个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かめやん、熱くて。我老婆说太热了，咬不能咬。うまっ。まだ皮しかないの。でも皮も美味しいよ。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味がわかる。这绝对不是假话。これやばいやつや、このままいったら。美味しい。真的很不错，味道真的很漂亮。嗯，いい味加減。唯一的缺点就是，用我盘的时候，把面全盘到中间了，就是馅儿不均匀，这就是缺点很大。但是这有馅儿的地方真的是很好。虽然我想做那个，就是类似于千层饼的，但是因为技术没过关，没做成千层饼。これ、お勤め品しいだけ。嗯。嗯，美味しい。これつけると美味しいの。嗯。我里边放点辣椒油，放点酱油，放点醋。
配点蒜末蘸一下试试。洗色。就能吃五个。啊，good。这东西是更让我想回国了。哎，馅饼。啊。馅饼。馅饼。嗯。馅饼。米老母鸡啊。菇啊，啊那，腰丹的菇。嗯。腰，啊那芒菌的菇。嗯。还是good有馅儿，中国有馅。嗯。让你よく食べるあの餅みたいな感じで巻くから馅饼。うん。そうなの。好。嗯。なんで？为啥这个时候说胡辣汤呢？要。覚えとる名前を言っただけ。不是想让我来做胡辣汤吗？这个时候来个胡辣汤。哎。今天教大家一个。简单的日文，我老婆和孩子老说欧西，欧西的中文意思就是好吃。但是欧西不光是吃，喝的也是欧西。咱们要说喝的话是好喝，但是吃的话是好吃。但日文是欧西的话，包括吃包括喝，所以两个就都可以用。欧一西一欧西，嗨，欧西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我们慢慢吃馅饼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欧西，欧西。